就。好的，行，波威度，你他妈哪只眼睛看了？啊，我看一下这把怎么打、啊。小死亡直接挂，然后破血把右边那个法系点了。他妈的！获奖。妈，凌波威布都来了，前藤江都来了。我哪里看见呀？我操！点哪个？点哪个？法系，星辰。破血，破血，破血！破血点，破血点。不知道，我一直点了。我操，这是他妈谁亚军吗？我操！我还有谁是亚军没一速？我操！没事，我一速是吧？虽然来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破血出去。我靠！哎，他法系没拉，他觉得我会点对面物理。哎，还卡达金，好赚。我操！你没点出去的话就难受了。镜头嘛，怎么变化这么快了？我操！哎妈的！哎呀，我难受啊！我操！别这样呀！干嘛？算了，没事没事。对对对。啊、哎！你这人跳，宝宝也跳，全跳啊！这不是点上失败了吗？啊！四中，你看看谁有愤怒野兽吗？看一下他。我够。谁够啊？镜头够。好的，镜头够不够？那入侵毒的话，我看一下啊。入侵毒的话给那个队长打野兽啊。然后的话，我地府给右边那个打野兽啊，直接飞。你有一速啊？你有一速啊？我有一速是吧？点三号飞啊。入侵毒的话给队长打野兽啊，先让队长飞啊。镜头你自己打、啊。然后绿皮的话，直接劈他那个五号虫吧，先。语言能力在哪里？判官呢？判官你好了呀！他是盘丝加方寸呀，对吧？对。我医术很正常。看到我肯定要耐住劲，还行，这波点杀成功了，封不住，封不住，操，难受的一批，又封我后方。妈的，没金光啊！那拉不上啊！怎么多少速度了？怎么这么快了？问齐敏诺，齐敏换我。不然你看一下坐骑啊，要绿坐骑啊，打国标的话，啊，没事没事，算了。干嘛？带了马，带了马。好，同桌，我给下回合马开一下队长，然后换孩子啊。马开队长换孩子啊，化身是破脚一下他队长啊。然后入侵毒自己卡个大金啊。入侵图自己卡个大金飞机啊，点三号飞。卡个大金我估计都不够。啊，那你小飞你肯定不够的。操你妈个死逼，三号五号这种宝宝绿了晕死。好，力劈的话直接劈呢四号啊，点三号飞啊。马直接开队长然后换孩子啊。这把我们有机会啊，开场成功点死一个法系还可以的。还有镜头没野兽，我下巴打，还没有土刀，有点忙。推不掉的。他有野兽。吐到过吗？我们他好像是不是没吐到过的？有可能是方寸。算了，我关了。下把我要给自己吃那个提啊，那个他肯定要落花我。妈的，有点耐啊！我操了个 DJ， 什么情况？耐成这副逼样，我他妈带俩零是吗？
那等等，虚弥可以冲掉他。啊，陆星毒自己开，镜童的孩子直接给陆星毒打魔镜啊，继续点三号飞啊，然后化身丝破甲一下对面的方寸。魔镜给左边是托尼打啊，然后化身丝的宝宝的话直接 A 一下自己。他肯定是带属性灵石，没有法防的。保不中，可以。他怎么还不落花我？我他妈还给自己吃定神香。他只要三号再飞啊，不过对面果子飞过来的话，只能求镜头的幺六三。飞得到不？好，飞得到。可能会贴啊，出个幺六三的话机会很大，对吧？来，幺六三来了，还行，这就到他法系吧，反正受不了什么，真的烂，我操，飞不到他法系，我日了，真的，我该死的五号绿了，不然让法系起不来。我要蓄迷冲刺了，他没愤怒的罗汉了，他只要盘丝我笑他就行了。哎，没中了，还行还行。好了，我们速推速推速推，下回合全体蓄迷，孩子给自己施个大金，然后的话，陆星毒也给自己施个大金，化身的宝宝的话给地府施个大金，全换蓄迷啊。蓄迷可以点的那个法系秒啊。他方寸屠刀了，所以他有罗汉只能是左边这个化身是肯定要出宝宝不敢罗的。你不会打我脸吧？操，真的是打我脸了，他出宝宝了，如果他就是不罗，妈的花果山给你把罗。好的，五号法防清掉还行，他不会出那个他妈吸收了吧？操他大爷！吸收没事，等等一下子秒掉，只要他不舍，只要两下就飞掉。你看我这一把就能把他那个四号虫给飞了，你看的。使点劲儿，给我飞死他这个！操！那他没了，方寸没了。那他没了呀？那他打鸡毛啊？稳了稳了稳了，虚拟大阵搞起。我得笑他化身死。镜头人防御，虚弥直接秒他队长就行了。虚弥直接秒他法系吧。我要鹈鹕吗？你鹈鹕，你鹈鹕可以啊，鹈鹕鹈鹕。说了说了说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打，带属性凝视啊，他没有法防，他也很难受的。进去，漂亮，醍醐灌顶。他只要没罗汉，他就没了。略，我略无所谓。你应该没愤怒水星吧？有。那再选队长。飞吧，我操，可以。飞的这种宝宝没有卡性，这种宝宝在斯托林面前就是个弟弟，没抗性的，飞一下就死了。只要他不是狂女狂女啊就行了。这个法系全场都没出过手，难受啊，晕死。我操，这是几百万、啊，我操！啊，你直接水队长啊，然后飞啊，然后左边陆星毒再换虚弥啊，狂换。我感觉你可以开个眼了，肯定不赢。开什么眼？直接虚个拉死冲了。虚个拉死。你别。
别忘记了，他是带法防御师，不带法防御师的。My C 冲就赢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五神坛夺冠了啊！没有，他已经挡不住了，已经。现在他神佑也挡不住哇！你妈的，连神两只是吧？行。镜瞳直接飞好了，直接飞啊！镜瞳的右边镜瞳换虚名啊，直接啊，化身是喝个酒或者无魂，随便你吧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那个化，哦、算了，没事。本来想叫你加个零元给虚名，是为什么？我笑他了，防止那个化身大把伺候我呢。化身是水队长，然后我能看那个入侵组啊，飞啊。我能今天就你能进 吗？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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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进。喝酒来。冲他丫的，他又没愤怒。无间地狱。疯狂。好久没遇到了。他妈怎么还不死呀？没事，他可能出宝宝了。不中，哥哥。哎呀，难受！哎呦，我操，这什么封印啊！十二号了，我本来想连他化身嘛，算了。天天六四，去看一下阿金解说。解说很多什么钱，小玉又在解说。进去怎么回事？他他妈全是画完的队伍，都被他认识了，我操！25分也还行吧，说好。